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糖果贩卖机玩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糖果贩卖机，在旁边放上货架，在货架上摆好雪糕、棒棒糖，再摆一根，开始制作糖果，拿杯子装糖果。哇，装了满满一杯。狗狗毛毛想吃糖果，来货架上拿一根棒棒糖，拿给毛毛吃吧。 OK， 棒棒糖来喽，好好吃哦。毛毛要把棒棒糖带走，佩奇也想吃糖果，来给佩奇制作糖果，拿个杯子来装。 OK， 装了满满一杯，给佩奇尝尝，好甜的糖果。佩奇要把糖果带走，乔治也想买点东西吃，买一根雪糕吃吧。 OK， 拿给乔治吃，好好吃的雪糕。乔治要把雪糕带走，雪糕车开过来啦，送了一个大雪糕哦。狗狗灰灰在玩海盗船，他肚子饿了，想过去买点东西吃。灰灰来买雪糕吃，好大一根雪糕啊，太好吃了。灰灰要把大雪糕带走，我也装一杯糖果吃。 OK， 装了满满一杯，赶紧尝尝。好好吃啊，